跟你讲，讲华语，华语是我今天等了很久的机会，碰上你，我才有机会发挥。对，你是那、这个，你平时喜欢唱歌还是？是唱歌是歌手。我是弹钢琴。弹钢琴，哇，钢琴王子。钢琴王子，我是想跟你讲，那个麦克风拿近一点。OK。对。你会唱什么歌？英文歌。好啊。OK， 你选一个，我唱你什么歌都会唱。你要唱英文歌、马来歌，什么歌都可以。你觉得这个不能够打动现场的，因为我准备很多音乐是还给你。一点点。一点点，一点点就好了啊！你不要唱太多啊。可以。那如果唱到你拿起这花的话，全部就给你。可以，可以唱啊。用你给我的热浪费，我懂得我的伤悲，再让我不配，我们都说好了。用你给我的热浪费，我感谢你的安慰，再让我不配，我们给你爱，不为真相。